二零一九年三月十一日，《人民日报,报》发表题为《释放创新创业创造动能》的文章，报道了习近平在参加福建代表团审议时的发言。其中，习近平首次提出了“三创”，也就是创新创业创造。这是在二零一四年李克强提出的“双创”的基础上的新发展，意义重大。许多人把“三创”与职场对立起来，认为学习“三创”知识是一阵风。 是耽误年轻人，年轻人应该老老实实找份工作，好好干。这是对习近平提出“三创”概念的严重误读，也更加证明了普及“三创”知识及其在职场中的价值多么重要。这门课从普及“三创”知识开始，提供简明易用、可视化的行动指南，而且从职场竞争力提升的角度提出“三创”知识。 在职场的应用价值，三创与职场不仅不对立，而且是相互支撑的。职场英文翻译为 career，也可以理解为职业生涯。按照牛津词典的释义，原有道路之意，可引申为一个人一生的职业道路或者发展途径。职业发展可以是就业或者创业，而且创业也是就业的一种特殊形式。 通过带动就业，实现高质量的就业。竞争力的基础是胜任力，但是竞争力又是超越胜任力的综合实力。麦克利兰描述了胜任力的冰山模型，水平面上的是显性的知识和技能，而隐藏在水平面之下的自我认知、态度、价值观、性格、成就动机等等。 才对胜任力起更重要的作用。无论就业还是创业，必然面临市场化的竞争。要么你作为创业者，直接带领团队与市场上的其他企业竞争；要么你作为职员，与单位内部的同事竞争更好的晋升机会，同时也和同事们一起作为团队与外部市场上的其他企业竞争。因此，如果要在职场， 及市场竞争中赢得有利地位，你就得不满足于胜任岗位，而是要力求形成自己的竞争力。根据哈佛商学院 Mark Porter 教授的竞争优势理论，企业要在市场上拥有竞争力，就是要选择合适的赛道，也就是武力模型，并养出好的赛马，也就是至少具有成本领先。 标旗利益目标集聚这三种成功策略之一的项目。事实上，波特理论的精髓是竞争的目的是远离竞争。彼得蒂尔《从零到一》这本书中也提出，创业就是要尽可能的形成垄断，让别人没法和你竞争，你才有竞争力。那么，对于年轻的大学生来说，无论是创业还是就业， 如何才能让别人没法和你竞争呢？如果是比拼大学专业课知识，比如经济学、物理学、计算机啊、机械工程啊，除非你继续读博士，进入学术研究圈，通常你是很难在专业知识领域形成别人没法和你竞争的局面的。也就是说，这些硬知识是多数人都能通过多投入时间和精力而学习好的。因此，要形成职场的竞争力。 有没有更好的密钥呢？我们认为，三创或者说三创力，恰恰是职场竞争力的密钥。三创学习的内在特征决定了其根本目的是提升你的综合实力，这与一般的知识和技能完全不一样。三创学习不仅培养冰山模型海平面以上的显性实力，也就是知识啊、技能这种称为硬实力。 而且更重要的是，培养隐性实力，又称软实力。软实力往往是职场脱颖而出的杰出人士的制胜法宝。根据现代管理学大师德鲁克的理论，如何管理和发挥好知识工作者的效用，是组织发挥绩效的关键。也就是说，不仅是要学好赛道，也就是你的行业方向，养出好的赛马，也就是你的项目和产品。 还要有好的骑手，那就是团队来驾驭赛马，因此人是最核心的要素，人的主观能动性等综合实力是企业成功的关键。当大学生在进入一家企业打工时，他的综合实力决定他给企业发展做出的贡献，也决定了他自己的晋升。而一家企业的创始人。 及其团队每个人的综合实力之成绩决定了企业的发展空间和竞争的优势。比如，三创学习将激发你寻找适合自己的成就动机，也就是通过三创训练思考和树立自己的人生目标。而成就动机在胜利的冰山模型中是具有最重要决定性作用的内在因素。一个人。 如果拥有足够强的成就动机和自我效能感，甚至可以改变个性、态度、价值观等相对比较稳定的因素。著名管理心理学家弗雷德·路桑斯在《心理资本：激发内在竞争优势》一书中，把心理资本归纳为 hero，也就是 hope 有目标，efficacy 叫效能，也就是自信，resilience 叫韧性。 optimism 叫乐观。三创学习恰恰是训练青年人树立目标、建立自信、提高韧性、培养乐观等心理资本的最佳学习体验。无论是创新创业还是创造，都需要学会设定目标，从而提供成就动机。而三创过程势必是不断提高自己，从而增加自我信心的过程。三创过程。 也必然面临挫折和失败，从而培养韧性和乐观精神。这些软实力就是你的内在竞争优势。我们的职场生涯是需要我们有意识的进行管理的。德鲁克认为，管理是一门博雅的技艺，要处理四个方面：人文科学的知识、自我认知、智慧、领导才能。本课程介绍了三创的基本知识。 这些知识本质上源于个人文学科，本课程提供了一个入门的通道，学习者可以继续追根溯源，延伸学习各方面的人文学科，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体系。在自我认知方面，三创学习不同于一般的专业学科学习，特别会提供各种换位思考、切换角度的思维训练机会，从而更好的认知自我。而关于智慧，德罗克指出。 当事情发展到最后时，智慧使得管理者凭直觉做出决定，而三创学习恰恰就是要通过各种创新思维、创业精神和创造技法等等的训练，培养快速理解事物、识别机会、形成直觉的成长过程。最后，在领导才能方面，三创学习也是通过项目制学习和行动学习，推动领导力的形成和提高。 实践是提升竞争力的根本。孔子说：“听而易忘，见而易记，做而易懂。只有做到懂，才能融会贯通，才能够应变，也才能在瞬息万变的职场竞争中拥有足够的软实力，从而形成竞争力。而这恰恰是本课程所大力提倡的。本课程特别注重实践案例分享。” 实践工作坊和实践体会，学习者可以通过对实践案例的分析进行自己的思考，提出问题，和别人讨论甚至辩论，不要拘泥于案例评析本身的评析文字，尽可能和小伙伴们一起进行实践工作坊的模拟训练，深入讨论，也可以从工作坊的内容拓展开去。配套教材中的实践体会板块包括实务界人士。 其中也有大学生的同辈群体的分享，学习者一方面可以借鉴这些实物界人士的实践体会，另一方面也可以抱着批判鉴别的眼光进行质疑和讨论，不可盲从。希望本课程成为大学生和青年学习者提升职场竞争力乃至人生竞争力的阶梯。本课程是先有教材，然后根据教材录制慕课。 教材编委会成员中，大约三分之二是资深的各界实务专家，另外三分之一是双创教学研究的学术界专家。由詹鹏鹏、高伟主编，慕课由高伟担任负责人，詹鹏鹏等人共同建设。我们感谢您选择本课程，同时也期待您能对本课程和教材的完善提出意见和建议。关于慕课，请联系高伟老师，邮件在这里。关于教材，请联系詹鹏鹏老师，邮件在这里。 谢谢。